那么安世高比他强，所以人家能证果。他不如这个同学，就是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虽然明经好施，还是要堕落。这个公案呢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，我们应该如何修学。世缘如果不能放下，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，不可能，必须要放下。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清净心，没有别的。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的妄心，